干嘛大的。你们够早了呀、开一门就你们就免费了，你们一上就好，十分钟给咱免费吧。今天还是比较幸运的。嗯。今天吧，今天好像比昨天冷。多大的幺二零？嗯，这多大的？幺零啊，啊幺零二。我这发动机呢？嗯，发动机，发动机幺二三。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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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呦
加油！全自动化。哎，吃了，吃了，行，我加完油，加完油，加完油。这油箱是大，哦，这是上次你记得吗？对啊，我是启动，真的。这回就是大，它前面大箱子都这么大，没有这个。哎，大箱子那个，这头这俩快两升了吧？一点八的也是一升，这才一升啊？对啊。对，这接风机的话，吃饭。嗯，原来有两个要结束吧。